来看今天的这个新闻焦点人物，女性居多。中央大学的教授何春蕊，性这个自主研究室是他的社团。那么另外呢，他在网络上连接了人兽交的图片，对他来说，性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，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到想象的。今天在言辞辩论庭上，何春蕊是这个雄辩滔滔，批评检察官完全缺乏知识，把学术研究的网站当成色情的买卖对待，漠视性文化研究，根本是以落伍观念打压学术自由。结束两个多小时法庭辩论，何春蕊笑着说终于出了口气，因为他在庭上滔滔不绝，痛批起诉他的检察官缺乏知识，用成见在办案。对于学术研究的无知以及对于性的这些议题上的成见，所以使得他在判定什么是犯罪行为，什么是犯罪证据的时候出现非常严重的错误。第五次开庭，何春蕊列出四点批评，他说色情图片对于性研究就如同肿瘤切片对于病理学家的意义一样，人兽交是学术，不是色情。一个研究性的学者要研究什么东西呢？难道不要去研究性的各种呈现方式吗？难道不要研究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料吗？何春蕊还说今年一定要出版动物链书籍，让过时的法律观念跟得上时代。但就如何春蕊所说，隔行如隔山，学术自由和法律角度、专业认知都不同。连结人兽交网站引起轩然大波，全案6月25号上午宣判，大家都在期待公正的司法会给什么答案。 TVBS 新闻王维费顺台北报道。另外在性别角色的选择上勇敢